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天主透过以赛亚先知来叮咛我们，我们的宗教生活不是的重点，不是外在的仪式，而是内在的行动。我们进食守斋，我们不只是以外在的行动，但是我们要注重的看我们里面的内在的改变与天主的关系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请大家祈祷。仁慈的天主，求你以圣宠支援我们，完成已开始的赎罪善功，使我们诚心诚意守在克己，上度这神圣的时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以赛亚先知书。上主天主这样说，你要大声疾呼，不要停止，像号角一样高声喊叫，向我的子民宣布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指出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天天寻找我，喜欢认识我的道路，好像行义而没有背弃天主法令的民族，向我要求正义的措施，期望天主接近他们。我们守斋，你为什么看不见呢？我们刻苦，你为什么不理会呢？在守斋日，你们做自己的事，欺压你们所有的工人。你们一面守斋，一面争吵打架，拳打穷人。守斋能使你们的呼声在高天被听到，却不是你们今天这样的守斋。难道这就是我所中意的斋戒吗？难道这就是人们刻苦的日子吗？难道低头如同芦苇，以苦衣和灰尘铺床，就能称为斋戒，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重义的斋戒，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，废除恶上的绳索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折断所有的恶吗？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穷人领到自己的屋子里，看见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，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？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，有如晨曦，你的创伤将要迅速痊愈，
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，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。你若呼喊，上主必要福允；你若哀求，他要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你是仁慈的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厚的慈爱，求你消灭我的罪愆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过，我的罪恶常在我眼前。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在你面前做了恶事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因为你不喜欢祭献，我献全燔祭，你也不会悦纳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天主，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你们应寻求善，不可寻求恶，这样你们才能生存。上主也必与你们同在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，说：“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伴郎在新郎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怎能被爱呢？”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当中被切去时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天主教的学校，其实我从小学以后国中高中一直过来都在我们天主教的学校里读书。那在小学是因为是学校是那个天主教的，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天主教的那个老师们，所以所有的教会的规定，教会的节庆，我们在学校我们都要去执行，要去做。到了四旬期的时候，一样的，老师也要求学生，小学学生要学习进食，就说你们要进食。那我们的进食是在礼拜五，像我们这里一样，礼拜五就是要进食。那我们的进食，我们要拒绝吃什么呢？我们在台湾就不吃肉，因为肉比海鲜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们要吃海鲜。
这个就是我们礼拜五我们要就是不要吃肉。那我们在印尼呢，肉没问题，你礼拜五吃肉也没关系，是因为肉我们吃的很少，能够有机会吃肉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肉也在我们的桌上餐桌上，那我们要感恩，我们不是天天吃肉的，但是我们天天吃的不可少的什么东西，辣椒。辣椒，我们每天一定要吃辣椒，没有辣椒我们吃的我们的食物好像没有什么滋味，好像没有什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辣椒。那到了守时那个四旬期的时候，我们要守斋，就是我们要克制自己，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吃的就是学习吃这些没有滋味的食物，要克制自己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小学我们要吃的就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，少了这个辣椒，我们就偷偷在那边吃辣椒，同学一看了，哎，你没有收斋，马上跑到哪里，到老师那里，老师老师，这个他没有收斋，这个没有收斋，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去告诉老师，我忘记了老师怎么惩罚我们。但是总之我们每一个学生在守斋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不是放在自己，但是我们的眼睛就放在同学，看他们有没有在守斋，为了抓了以后呢，去告诉老师他们没有守斋。在今天的读经一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人，犹太人，他们是被要求要守斋，但是他们在守斋的时候，他们看着是他们周遭的人，看是别人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守斋，但是他们还跟别人在那边吵架什么的。我们的守斋就是为了培养我们，不只是我们与天主的和好，我们跟自己，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要学习要以爱过我们的生活。在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是若翰的门徒就来到耶稣跟前，他们在守斋，但是他们守斋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看着那边，不是看在他们自己，他们与天主的关系，他们的眼睛就放在别人跟天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。他们发现的是耶稣的门徒没有守斋，所以他们就来了到耶稣跟前，师父，我们守斋，你的门徒们没有守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在守斋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也是像他们一样的，我们在做任何的，我们在行任何的宗教的要求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去做这些的？我们说我们是服从教会我们的宗教的要求，但是在这里的服从就是变成是法律性的服从，因为这样的要求被要求，所以我就是要去做。我的心里面是怎样的？虽然我的心可能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我就是去做，是因为我是被要求。我们要转从这个法律性的需要，我们去服从的，我们要改变自我，因为是我选择，因为我需要，我决定我这样的去做。那一旦我们已经选择了要改进我们与天主的关系，我们的眼睛就不再放在别人身上了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守斋也好，禁食守斋，或是施舍要帮助别人，我们的祈祷也好，我们就不要去看别人会不会这样的去做。耶稣的回答就说，新郎还在的时候，这些伴郎他们就当然是不需要守斋，因为新郎在，这个是庆祝的时期，在婚姻的时候就是一个庆祝，新郎还在我们要庆祝，但是新郎要被带走的时候，我们要过我们的就是每天的痛苦的生活，我们会遇到这些的，我们才接纳。所以耶稣所讲他要被带走的就是他的痛苦，他的死亡的这个奥迹。
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每天度我们的宗教生活，我们就不要以别人当作我们与天主的关系的标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一项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因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喜乐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主耶稣。永远在不可。